继续开讲一句话，这里的话。
山，啊，唔就是这只鸟，啊，这只鸟嘛无介大只，听卖啥话？喂，你两个查甫啦，车无路用哈，怎么你头查某囡仔头行身躯的，赶紧给我回信嘞！看呀，你叫我给你回吗？啊无嘞，是我看的吗？哎，啊不是你看，你不是伊大吗？是你的细汉看的啦，你到底什么看细汉的哦？来轮到恁三姐咪无声，咱草大腿双公烫光光伫我面头前，我嘛无兴趣。喂，你咩啊？今仔来到这，真简单，爱你将动物献予我，你都无代志，会当离开咯。动物好哩，拜托诶，这是要阮种收兄妹，我若足无简单，就坚持起来去行动哩，免哪有可能放牛的牛道理啊？对对，你凭啥物哈？去遮看庙公哦，人伫咧讲的咧，家己的家己好，别人的生煞无，你若咱种阮的，阮就拢芳讲讲咧。对嘛，你爱照我收哟，不用你随家己去加呢。平今仔日，俺大平经常鸟中之王，如果你若唔去现动物恐惧，你是吹拍。吹拍，有做诶，有做好笑有无？阮三恁两个尔呢，而且若你讲鸟行鸟好，那你怎么生赤足咯？我三个查某朋友甲你白咧，我一个对付你就会使啊！怎么来边啊？你无路用人哟，你边啊泡泡就会使啊！还要泡泡呢？我还没泡泡呢！你实在看我招无起呢？小英姐要抢我的动物，好啊！看你用倒一个手手，你若泡我的赢，再搁讲，安尼我嘛无需要再泡你一个。大姐你就好啊，是，是袂交代乎你无啦，你大姐。大只的，咱的气势拢无去安尼。人伊讲变无路用，人拢点点。啊，人咱讲安尼，我输招派你去行，同款的。你两拍，我是来启动哦。哎，等下，直接来同你拍，我等下直接来拍破啊。我等下老兄弟啦，来样啊。苏妹，你放心，你拍进球，我队友变苏妹交代乎你。喂。去叫陈宝清小英，我来找你，就这么简单了。